莓的，这个超好吃，现在看一下，这中间这一块全是那个麻薯，太好吃了。彩虹慕斯，不是很好吃，还十几块钱一杯。这个比那个好吃点，像那个多肉葡萄。酸了呀，里面全是奶黄，
送的，小小一个。这啥呀？这是一股坏了的味儿，跟粘了胶一样。你看，扒都扒不开。